亚洲绿贝学名 Perna voridis， 学名 Archaea sandhouser， 俗称亚洲藻椰、亚洲贻贝或带贻贝，是一种小型咸水贻贝，是贻贝科的海洋双壳类软体动物。该物种的其他常见名称包括日本贻贝、森豪斯贻贝、绿贻贝。该名称也适用于翡翠贻贝和绿贻贝。它在中国被收获作为食物。亚洲藻椰树，亚洲贻贝或带贻贝。Archaea sandhouser 的俗名是亚洲绿贝类，该物种也被称为日本贻贝、森豪斯贻贝、绿贻贝和绿贻贝。它原产于从西伯利亚到新加坡的太平洋，但被意外引入，并已成为世界许多其他地区的入侵物种。它们可以生活在潮间带和浅潮下带。亚洲绿色贝类 Perna voridis 的原生地位于西伯利亚到新加坡的太平洋，然而它是被意外引入的，并已成为世界许多其他地区的入侵物种，其中包括加利福尼亚州。据记录，它的密度高达每平方米150,000只。它生长速度很快，寿命只有2年。它喜欢柔软的基质，并用密集的足丝线包围其外壳。亚洲绿色贝类 Perna voridis 的寿命约为2年。然而，亚洲藻椰树、亚洲贻贝或带贻贝 Archaea sandhouser 的寿命只有2年。因为它是一种意外引入的入侵物种，并已成为世界许多其他地区的入侵物种。它生长速度很快，寿命只有2年。它喜欢柔软的基质，并用密集的足丝线包围其外壳。Archaea sandhouser， 俗称亚洲藻椰、亚洲贻贝或带贻贝，是一种小型咸水贻贝，是贻贝科的海洋双壳类软体动物。该物种的其他常见名称包括日本贻贝、森豪斯贻贝、绿贻贝。该名称也适用于翡翠贻贝和绿贻贝。它在中国被收获作为食物。